上来收被子喽。嗯，听什么音乐啊？我可以也一起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神经。被他吓的被子都忘了。妈妈把被子晒在哪个犄角旮旯里？你他妈没长眼吗 ？Oh no！ 你还在呢？你以为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哈，你这是玩的什么套路？觉得我看不出来 ？Only you。真爱上了阿强，阿强哥，我错了。马丹第一次尝试被锁喉。哦，你好，纸巾。哦哦。真辣、啊！这校霸还是个解体人设。不管了，赶紧收被子走人，免得又被锁喉。真的好无语，这个点我还真没想到。可是为啥我的心里会有种小期待？一可怕可怕，赶紧睡觉。妈妈总是不在意我的意见，烦人。痛死我了，什么破东西也来针对我。别烦我，校霸破产了，所以他无家可归，昨晚在天台过夜的。天啊，他也太可怜了吧！兄弟，我又是你，他，这是我存的一点小钱，你拿去买吃的吧。有病！别故作坚强了，我懂你的。神经！果然，傲娇的校霸是不会轻易接受施舍的。别碰我！拥抱是最有效的安慰吧。你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再碰我就把你丢下去！可怜我的衣服。我只是看你可怜，想安慰你罢了。我可怜？都破产了，睡天台还不可怜吗？不识好歹。这校霸就是个大叔吧。跟妈妈闹矛盾，不敢回家吃饭了，钱都给了校霸。哎，你要去买吃的了吗？带上我呗，钱还是我给你的呢。看来直接给他钱伤了他的自尊吧，可怜的娃。走走走，姐请你。神奇。给，吃着吃。走开。哎呀，你吃了，很好吃的。哎，吃的就是我的人了，以后我罩着。神奇。等等，喂，哎，就。哎呀。定了吗？不信你是，不信你是。要不是趁他愣住了，溜得快，我就当场脑袋分家了。不听话没有好果子吃。啊真巴的真丑，看来校霸还是幼稚人设。他应该不在吧？啊！我昨天真该死啊！对不起，你还敢上来？我不想再看到你了，懂吗？我知道你只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你的软肋。
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。神经！这娃娃送你，很可爱的。跟你一样丑。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，我都可以帮你的。哦，你会帮我？嗯。那你亲我一下。害怕吗？起码是个帅哥，而且这多偶像情节啊！那就亲吧。你又推我，真是搞不懂他。话说最近几天都没上过天台了，也不知道他咋样了。难道是破产导致他爸妈离婚，所以他妈妈想带他出国？谁让你看的？哎，他真是可怜啊。哎，没事了，学英语我可有经验了，我之前也学不进去，现在我用中文拿到单词就好多了。你看，设置好学习计划和微信提醒，有效督促我们坚持学习，遇到生词随时都可以搜索。最有趣的是他背单词可以获得奶酪养仓鼠，装扮小仓鼠的家，跟玩游戏一样，越背越上头，还可以组队学习。你也快下一个来和我组队啊。我给你带了超多零食，里面有很多肉肉，都是你的，乖。哎，不用送，不用送，你吃你就好，拜拜。我平时这么对我家旺仔，他都很开心，他应该也很开心吧。以后看见他就把他当猪。Day two， 他咋还不来？哎，哟，来了，还以为你不会过来呢。不会来的，自己看吧。这个男的好像是他的死对头吧？那位妹子好像对你很有兴趣，一直在看你。一个女神经罢了，我们换个地方。这是什么呀？画风好可爱哦。哦，我们不是要出去玩吗？我就先用那些手账做个游玩计划了。你看这上面有超多好看的模板哦，进入日常、做计划都非常方便，而且还有画风可爱的贴纸和画笔。你快下一个试试，记录你和你男朋友的甜蜜日常也不错呀。好啊，晚点我也试试。还有就是，我是想来跟你说，我男朋友今天约我了，所以我……啊，明白了，你走吧，走吧，别生气哈。你干什么？虽然他破产了，不代表他没有朋友。他破产？这人真没礼貌，居然当面嘲笑人家。哎，这个不会是你的女朋友吧？跟他不熟，蠢货还不走开？听到没，小妹妹，你真傻。你就是个小舔狗，我看你嘴巴再不干净试试。怎么说他不行？对，两个神经。为什么最倒霉的永远是我？没事吧？哎呀，很痛。你送我回家吧。少装。真的，你看都红了。劝你别太冷漠。现在这房里上来了。